到这儿有动静的。哎，食物别跑！我去，要不是旺财，我就憋死了，已经没有时间悲伤了。当务之急是拿到所有武器，是孔家有旺财还活着。旺财，我带你一起杀死你。下雨了，这天然的水源我可不能错过。生存第二步，保证充足的食物。给